千万神，我是你的人，欢迎来到第五人格，我是你们的大脑孩哥哥呀。最近呢，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说啊，很久没有发实战视频了呀。我这不是菜吗？菜男孩的菜。哎呀，你看看这，现在打个排位老难了呀。在搬掉红凤之后呢，没想到居然把女巫放出来了。哎呀，顿时感觉头又疼了呀。你看看，用三瓶香水的调香都秒倒了呀。本来打算压满就，没想到呢，女巫直接给我生了个娃，那你这不是逼着我去当爸爸吗？哎呀，又是放狗流呀！我的天，还好呢，我方先知意识优秀，及时套鸟，那我肯定直接救啦。哎，对对对，调香别走，我这还能给你挡一刀呀！小伴美眉顿时感觉我很帅呀，头上带鸟，腿上有狗，没错，我就是全场最靓的仔。这啥意思啊？你咋跑了呢？你这搞得我很尴尬呀。哎，该来的总是。不是啊，我就想问一下，这是怎么咬到我的呀？这明明我都脚离地了呀！哎呦，我挺过分了呀，这还吃了一刀。但是呢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就剩一台密码机了。那紧接着呢，女巫有些失常，搏一搏，单吃比摩托呀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最近都打排位了吗？经常遇到什么监管者呢？胜率又如何呀？感谢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加收藏，下期视频见了，拜拜。